山我们来喽。因为我跟阿里山很不熟，那想来做两件事情。去过很多地方，都去过好几次了，但阿里山看日出没有，阿里山坐小火车没有。我们有很多秘密景点，包括连我都很陌生的，是大家没有看过的阿里山。这座山就是一个神山，所以台湾的最棒的木头呢，就是从这边出去的。当初盖这个火车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为了木头？对。我这样子出来哦，就会觉得每次就会有点赞叹这个台湾之美，但每一个山它都有自己很美丽的一个风景。那就像今天我们在这个转弯处，它就满满的芬多精在我的鼻孔里进入肺里面，然后山上的空气哦，甜滋滋的甜到心里面去。我觉得我今天好嗨哦。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我喜欢你的呐喊。骑上去，上。这个十字路以前应该就是那些汉人跟原住民做交易的地方哦。对，那物易物换的，需要有很多山里面的东西，他们就在这边做一个交换。兴奋啊！爬起来这个小坡，感觉呢，这里好像就是另外一个的世外桃源。马上我们进入这个地方就不太一样嘞。Hello Big Shot, I'll get you. Hello Big Shot, coming to your door. Hello Big Shot, make me wait no. 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呢，山上的物资对，跟山下呢上来的，这相互之间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交流。以前这边超热闹啊，真的，在那个世代的时候呢，只要这边有一家店的都是那个百万富翁啊。但是呢，公路开了之后，大家对于铁路的使用上面就已经能慢慢的减低了。这边整个那种安静的感觉，我们真的好像来到日本一个小乡镇哈。没错没错，这个好有 feel 哦。这里一天只有一班火车，对，早上九点呢从嘉义发车，到这边呢差不多是中午十二点，所以有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。走这个铁轨好像都是一些青春人谈恋爱的才能这样走哈。对对，然后牵着手这样子。那些年，那些年我们一起走的铁路，少男少女为什么要牵手走铁路？你知道吗？不能出轨啊！对对对，而且这样子摇摇晃晃，对，像感情一样。对，其实呢，步步为营。没错，我刚刚一直觉得你的手掌好大，我到底牵了一只什么？你好像走到一本书里面的某一个画页。每一个线条好像是画出了。哇，看到没有？很美耶！你看，从左边那边奋起湖就在那里，现在只是看到这边草岭、塔塔山系、塔塔山系，整个这就是周族的圣山呐！哇塞！我表弟的老婆就是周族的，他们最喜欢旅游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怎么说？因为周族嘛，周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这个还不错，是好的开始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被你说着说着，好像看到铁轨，肚子也饿了起来。大部分人都会在奋起湖吃，这一站也有，而且它是预约制，大家都会以为说火车便当了是这样子送的。是我们那个摄影师吗？是肚子这么大的人送的。他是火车控肉便当。感觉很有温度的哦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你们都是在地人，对？这么年轻你们就返乡了？当初想说，自己的工作就比较日夜颠倒，爸爸妈妈他们都留在我们，都在山上，坐久了对身体也不好。我想说，不然就回家休息一阵子。啊，这是妹妹对不对？对，这都是我们分批陆续回来，都是工作久了回家。
是不是他们的祖灵有在呼唤他们？因为这个地方需要这一把星火继续呢，这个点燃下去。它很像被岁月暂停，所有的东西很像都是静止的。我们进来好像只有他们这个店家有开门，他们当然是原本就在地人。再加上如果他们今天不做这件事情，好像这个车站它就会因此而慢慢而消失了。所以他们的使命感变成是一种历史的任务。这个就厉害了，你因为是野生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就是艾玉，嗯，取片了之后要先削皮，把它翻过来，就像这样，然后就要把它晒干，再用这个汤匙从这个尾巴，这是它尾巴，这样顺着这样刮下来，刮下来就会像这样。这个我们用专业的艾玉袋，这个比较密，就先把这个艾子装进去。对，好，还要绑起来。这个水呢，容器手跟容器都不能有油脂，有它很挑剔哦，就有油脂就绝对洗不起来。哦，真的？对。哦哟。所以一个人太油会有问题，连讲话都不能油腔滑调。那我先练个筋，先净化一下。然后这个水呢，我们就是不用 RO 逆渗透，因为它没有矿物质，是绝对会洗不起来。像我们洗的这个是山泉水，煮沸之后放冷才洗，然后它就慢慢会果浆跑出来。哦，果浆。哦，有一点变颜色，对，它那现在换你们自己。其实摸起来的那个感觉呢，有一点点好像不溜不溜不溜，然后又有一点带黏稠。这么一小袋可以洗一碗还是可以洗很多碗？这个有比例，就是粥汤好汤妈妈。什么都不比刷。又来了，其实我看你这种动作真的好专业哦。在家里经常洗衣服哈，衣服都我洗，还是黏黏的，黏稠稠的，好神奇哦，好妙。对啊，你搓一下这个会有果浆。哦，这样，哦，有哎，哇，好芦荟的，好浓郁哦。对，然后等到它凝固的时候，感觉没有果胶之后就是好了，那它就会自己凝固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冬瓜柠檬。我刚吃了一块，好像睡在这个弹簧床上面，突然间 Q 端了起来。对，这么大，这么冻透，你看，哇塞！你的特调是怎么样的调法？的爱玉，然后呢，加上我们自己熬的果酱，凤梨酱，然后呢，搭配上那个明月啤酒的一个品相。哦。是不是刚有卡住？不是，因为它的果冻很厉害，它的爱玉很扎实，哎，接近快要到橘络的感觉，凤梨的酸甜，自己熬的哈，哦，这个好好喝，哇，口感很棒。所以大家如果要做一个体验的话，就是要先预约，我们才有。哦，要预约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大佛。哥哥现在是要点字吗？还是没有？这个是哥哥帮你加嘛。哇，他被加在大佛里面了，真的假的？会蹦出新滋味，可以顺时针同一个方向的。哦，同一个方向。哦，磨出来上面感觉很好吃哎。磨出来，你看它有这里天然的一。哎，先吃一点看看。你可以尝尝，呛不呛？哎呦，厉害呢。但是多了就不行，不对，哎。它这很纯，对，那整个植物香那种，对山葵植物香，对，它就多了一点草本的那种感觉的香味，对对对。然后在它的辣还是有点后劲，一点，然后有后劲的，有后劲的。因为我们这边历代祖先他早期都是种山葵啦，跟较高祖为主要的经济来源，还有些人会去上班。那磨一磨，很想睡觉。真的吗？那你要不要先睡一下？哦，醒了，很醒了。你不要下狠手，到最后自己回收了啊！而且现在的草莓刚好是季节，你看非常非常漂亮。我们自己种的草莓。所以你自己也会种草莓吗？对，我们自己也会种。哦，是哦。你是不是要问是不是对方还习惯吗？对方喜欢你种草莓吗？
不喜欢、啊。不喜欢哦、啊。那是小农的事，不是他的事。不是。好。哦，差不多这么大小。对。那就一直搓圆，一直往里面捏，它的 Q 度会更坚强。嗯。那就往里面搓。真的。我有点突然间卡住了，不是他一直吃掉我的手套、啊，你手套，他肚子饿是不是？他一直吃我手套。一人选一颗红豆，加料这时候就要滚喽。你很多哎、欸，是不是？你是一个很慈祥的阿妈，阿内你头都要底下边下讲什么？阿内起来呀！哎呦，我想要在你猪熊杀起在你当啊！紧张紧张哎，火车来了。这个奇景呢，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它一天只会出现一次。哦，嗨，嗨，嗨，有几节？有五节车厢。哦，五节车厢，而且它要看哇。哦，要对准。刚好，这是全台湾最小的月台。哦，这真的是月台，而且是十字路到嘉义，嘉义到十字路。现在我们这边有住多少人？差不多300多个了。300多个，啊，但都是旅客，游客，来自一个小镇。嗨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十字路车站。哇！啊，为什么？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大福嘞，我们就放一个咖啡叶上。哇，好好看哦！吃草莓呢，我们再烤压一下下。好，来放上去，完成。小俊，我们一二三，我们转头举你要的号码，好不好？好好，一二三。一二三。哎，你跳钢哎呦！我们没有声，小俊先让你学。你也太好笑了。对，一二三。那我四。所以现在有三颗是有三葵的。对。怎么样？这是一个演技大考验，猜谁有吃到三葵？明明有吃到。我觉得应该没有。你没有哎。哎，我们两个都没知道，都没知道哎。但是它的那个皮很 Q 哎。对，这样子。所以才会说你粘到你的手。那就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呦，剪刀石头布。威哥，我今天要陪你一下，反正你大口的你吃，留一点给我。好。舍命陪一下君子，真的有哇！好，试试看，来来来，我要看你，哇！味道应该不错，味道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呛呢，有点类似像沙拉的那种新鲜的那种潮的感觉，它那个呛度我觉得也变少了，帮我加一点哦，没有那么痛苦。哦太过了哎啊好大啊啊啊啊啊那好吃，而且我就喜欢他们的内馅，不会太甜，啊我鼻子都通了哦。今天的憨味王子又出现了哎啊，好，来来来，哇，这是我们刚我们洗的，亲手洗的，哎，来来尝尝看，好好好，对，是你们刚刚洗起来的，好像没有那么 Q， 比较水感一点，但是它还是需要手浸，然后它每录的时间其实它静置的时间可能再长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，你们很棒，有成功，所以你们两个很厉害，耶，好棒好棒，那这样我们可以吃便当了吗？可以。不是要吃饭吗？要煮竹筒饭哦。去到山里工作的时候，都要自己就地取材。我们自己要先来做个竹筷子。哦，那真的是竹筷子，碗筷要自己削啊。看你拿锯子就知道，这平常没有在工作的。我们的游客也可以来这边预约做筷子，体验做筷子。哦，这样哦。
哦，这样，就一只了，这样就直接这样子来了。其实你看我们要吃饭的，修的大小，对，如果像这个绿色的部分，我们都会像这样，先把它去掉，像这样。哦，那个像会戳人这个啊，好像把它给边边都削起来。我刚本来要说，我这个人的个性啊，就看有人在做，我不会跟人家抢着做，对，我就在旁边做，哎。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看人家不做，我就想办法赶快来，赶快把它做完。那其实我本来也是你的角色，啊，我看人家不会做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来，顺哥受不了了，就慢慢从这里慢慢整理啊。我看你这样子，我好像会砍到我。我过来这一面啊。他是从小就是一个很顽皮、喜欢做事的人。我的衣服、裤子都自己缝，哎。对哦，你上次好像针线活还不错。在军中，我还帮别人缝补裤子，还可以赚外快。等一下，我们会带你到很特别的地方，一个秘密基地。哇，这就在大树下，哎，这个就是他们。木头这样子从这边这样直直骑下来，就是我们刚才从上面走下来啊，就是那个木马道。木马道，对，就是早期啊，我们这边阿里山地区在伐木的时候啊，所使用的一些木马，会运用木马而拖行那些木头到我们铁路旁边附近，让火车运送到。哇，不可思议，叠起来。哦，那我们就可以坐在那边享用。哇，是超阿贵呢。现在比较环保，我们就用早期用像我们现在山上在用的山椒叶。你们也会让大家有这个包巾吗？便当的有啊，早期都是这样。啊，因为去山上工作不方便，都要自己带便当。这个就现在就是回味以前，你在山上非常的冷，对，所以我们都用这个包布巾把我们的便当包着，就很像一个保温的功能。哦，哇，伊鸡腿敢会伤大只？哇塞，是卤鸡腿，而且你是不是都是用这个？就是我们附近在地的食材。对对对，山上的那种土鸡腿。哇，好吃！土鸡腿，所以它肉质比较嫩，在山上都有在运动的，所以肉质比较好吃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那个骨髓汁啊，吸出来。哎呦，我叫你袂了解了。完全是已经炖煮很久，然后里面整个软嫩，你可以吃到猪脚筋，这个你们可能就不知道了。一般的底店会把猪脚筋抽掉，只有山上的猪肉里面会有，还有保存那个猪脚筋还在里面的。菜也都是对当地的时蔬啊，季节限定啊。现在当地有什么菜，我们就用什么菜来入。这高山的高丽菜仿佛就是撒了糖。还有你们这个笋子，叫高笋，这是我魂牵梦萦的一个笋子，非常非常的嫩，就是日夜思念的一种笋子，是吧？没错。哇，你看这个南瓜，晶莹剔透，哇，还有这一道，就是我们山上现在正在出的一个大豌豆。哇，那水分跟那个脆度，太棒了，整个是 double。哇，那个豆子，你不要看那么大叶，你以为叫粗哎，其实是很细嫩的。就从小时候，他们就会像我们去工作田里啊，去山葵园的时候啊，去山里工作，或者是竹林，我们都会自己带着我们自己上做的一个便当。这个更有一种家常味的感觉，而且就在这边虫鸣鸟叫，安静到一个连叶子落下来你都有感觉，这是何等的享受啊！你没有吃你是不会知道的。来啦。讲了半天哦，还是有你要来坐在这边，深呼吸，森林的森，可能会有一个叶子掉在你便当里面，哇，太美妙了。小叔很幸福吧？哇，太幸福了。我们这边吃完之后，我们就坐火车，我带你去下一站叫多林站。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德恩雅纳，它就是被称为就是台版合掌村，也是这个所谓的台版瑞士。小瑞士。就哇，好期待！我真的没去过。下次见，拜拜，好。那我们要搭火车了，小火车来了，来，的票在这边。只要有位置就可以坐，那我们坐这里好了。幸运的一排。哦，
它很像游览车。对啊，但会不会有车长小姐？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天只有一半哦，它已经响了。再一回，再一回。拜拜。哇哦！接下来我们要去多林站。其实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有一些过桥的地方，有没有？下面就很深的山谷了。而且你刚刚你有看到那种上百年的，对，比较粗大的，哦，它都有编号哦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都很比较粗大，所以你现在看到他们像婴儿一样，对，也已经百年了。全台湾最大的樟木也在这个山里面，听说也是十几个人合抱樟木。樟木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季节准备就要换色了？对，很多的叶子在开始变颜色。哇，这边大概就是塔塔家了。塔塔家的那个山势，好像有一张人脸在那里。真的是穿梭在森林之中，好美丽。坐火车。哇，有拍到了，拍到了。就觉得很美妙，就像窗户外面的森林，我们的触手可及。阿里山铁路也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工法，所以很多人呢，这个铁路迷都要来台湾搭一下我们的，除了去瑞士，就要来阿里山了。小叔，为什么要去多林站？为什么？是因为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德恩雅纳，被称为就是台版合掌村，也是台版瑞士，小瑞士，非常漂亮。哇，好期待，我真的没去过。哇，哦，这个声音很厉害。对，充满了分多金，来，我进隧道喽。哇，那个墙壁都这么近，有没有？桥有桥，哎，你看德恩雅纳右边彩色屋，哦，那个彩色屋，那你就是德恩雅纳了，彩色屋哎，对啊，因为呢山上呢可能会下雪，所以它盖尖顶的，对，才不会呢覆雪覆太重。哇，到了吗？哇！哎，真的，他们有穿原住民的衣服呢。对，哎，多林车站，多林车站到了。就在多林车站下车的旅客，请在列车停稳之后，由列车行驶方向的右侧，依序下车。我们是列车，下一个停靠站是奔前车站。好小哦，而且旁边没有住户哎。对啊，这个车站在森林当中，好奇妙。对，你好，嗨，嗨，好像是。是，我是许孝顺，你小心哦，后面小心。我就觉得这个人对，哎呦，你好。你们两个脸很像，他比较帅，他比较帅。那个听说那只鸟就是这里的站长，他管的是。他在回答我哎。而且这个站是无人没有无人站无人站呢，要跟火车说拜拜，拜拜。
谢谢，辛苦了。谢谢。而且它建在刚好是在这个转弯处，然后车子火车请这一边，然后让你下车。听说跟个美女见面。对 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。对，我是美女。美女你好。因为，你要跟帅哥。来，坐过来这里。等一下，我带你去德恩雅纳。哦，很好。这边通常也有卖一些小，应该是笋啦，是我们在地的那个特笋，可以看一看。你看这边很多，这边也有，种笋，那边有试吃的。在地的，我们对，是，都可以，一定很好吃，闻起来就很香了。对啊，阿里山在地的。这些农产品都有筷子，筷子，对对对，原住民不用筷子，哎，原住民不用筷子啊，那个我去要了，那我可以，嗯，那这是什么笋？叫猴泉，古早味的，古早味的，是基本买不到的，你要不要吃？我家两边啊，各家一出来吧，我家刚刚五点多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笋，嗯，什么笋？哦，这个叫什么阿里山高山的毛竹笋尾巴，那个毛竹笋是很粗的那种，这个，哦，主要叫笋。白笋片啊，有的要这样洗较大滴哈，来咯，较切的，厉害呢。给它泡水，泡水之后一包变两包。我们这个都有 SGS 检验认证的，绝对没有防腐剂，真的超好吃，超嫩的。要请助理来买一下。我们走过去掉下去要50分钟，50分钟哦，那有一点远。对，没有。隔壁有，等一下下就到了，你要注意听哦。原住民也是这样，一下下，一下就到不到，三个山，你们就在那个十字站在那边，我们就说一下子就到这里了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先上车，上来这边部落是不是蛮有趣？对，可以，对啊，画风不太一样。德恩雅纳其实它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棒的地方，在巴巴莫拉克以后去那边，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重新再开始。你这样子沿路过来，其实这个以前都是我们宗族的传统领域。是，对，其实你如果注意看，其实这个很多竹林上面，它其实很多是梯田式。哦，梯田式，对，可是就以前有耕作过的。造林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会祭山神嘛，这是对，不可以去。当初我们在造林的时候，以前的老人讲说，那时候国民政府啊，其实只有给他们会，可能送他们一些东西，叫他们种树，就是没有钱，那是布施啦，布施一定要说是布施，人家就给他酒，结果他们就说为了要赶快种完那些树，就种得很密密麻麻，就是你们现在走的那个十字路那边，不是后面的森林，它很密密麻麻，它还没有做书房，是因为当初那些老人说，哎，就给我酒。我就赶快种密一点，而且又想赶快种完，赶快种完就好了，就可以喝酒了。然后老人都常常拿那边当笑话。原来我们今天坐在那边吃饭的地方，就是想说哦，特别密哇，看起来蛮漂亮，很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发觉到那边的木头没有很粗，都细细。对。看那边，有看到？哇！最看的就是德恩雅纳。德恩雅纳，很漂亮的哦。对，其中对，它是一个山谷，很多人很多客人上去都跟我说，你们这边应该不会吹到风吧？其实风很大，雨也很大，对，非常大。以为没有的都很大。对。还有，你看对面啊，这是让人家觉得很心寒的事情，这些竹林。那怎么了？刚才你们不是在上面一直讲说，对，那是叫招笋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你现在看到的那一片好像很漂亮，好像它因为季节的关系去做变化，那个山里好像是褐色咖啡色，其实是竹林的部分全部都死光光的。啊？为什么呢？是它的生命周期到了吗？没有，它是菌。哦，生病了。我们看到德恩雅纳的牌子快到喽。哦，那德恩雅纳是什么意思呢？德恩雅纳它就是一处平坦的地方，雅纳是平坦，德恩就是那一块。我们原住民群都是取那一个形，那就是那个位置的形状，或者是那一个位置长特别多的东西的植物的名称。
带你们到这边是我们这个社区主要介绍我们德恩雅纳的一个石碑，这是我们周族的圣山。圣山，你要特别注意这个。它这个圣山，这个形状，对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到社区里面，它你会在每一处都看到这个形状。好哦，平平的那叫大塔，大塔，尖尖这个叫小塔，小塔。这小塔在我们族人来说，它是恶灵之山。恶灵之山，对，就是今天你往死不好死，全部都是飞到那边去，你的灵魂就飞到那边去。你是好死的，死的比较好一点的，比较好。他就会跑到，就是他到大的大塔上，这是我们。这个是什么图腾啊？这是女孩子的头饰。嗯，好，这个呢是男孩子的头饰。头饰，头饰，它是三枪三羊或者是熊的熊的毛。的毛，只有头目可以戴熊的，其他都不行，因为熊是在我们这边是不可以猎杀的。哦啊，我要讲，在我们那边也不能猎杀，它是保育类的，对，保育类。对对对，所以还保。还有这个火，火对我们周族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在我们的库巴里面，它是永远都不会去熄灭的。哦，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它是永续的意思。所以你们很会发火。我不会发火，我很温柔的。这个是你们的那个库巴，他叫男子集会所，也是你们讨论重要事情的时候。男孩子，对，女生要在外面哦，回去煮饭祈福。我们女生也很重要，我们也会上去上面，可是是什么时候上去？什么？早上就是。这个很好，所以周族不是母系社会，是父系。很多人说是母系社会，其实我们周族它是父系社会，父系社会。但你老公好像。怎麼好像在你家看起来就很母系，你们过分哦，我是很温柔的哦。对，看得出来，我们对母系社会很了解。我们周族就是父系社会，可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女孩子。哎呀哎呀，哇，我们太多废话了，来来。原来我们刚听了很多废话，你自己在说你自己的，不是你很简单。想办法剪，来，想办法剪，来。德恩雅纳是我们族语，可是为什么我们后面会变成翻译成德恩雅纳？我跟你说，那雅纳就是那一块、那一处、那一边。对对对。德恩是得到恩赐的一块地方。哦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哦。因为真的是政府也帮助我们，是。所以我们这边非常的感恩。当初我们的谐音就变成是德恩雅纳，德恩雅纳得到恩赐的一块地方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就慢慢等一下走下去。你有没有看到那座山？我刚才说是什么山？对对对，小塔是小顺去的地方，大塔是我去的地方。去小塔不一定是坏人。对呀，在大塔只是比较好使。不是去小塔的不好去投胎啦。有没有看到那个上面很像英文字的？对对对，那是罗马拼音，我们周族的名字。Yoifoana， 他是巫师家族。哦，以前的人都很喜欢怎么样，都会想说，哎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请我的法师帮忙，他就一样带米酒。送巫师以后，巫师就替他驱邪，说，病痛什么都消失不见了。哦，可是那个巫师哈，看到酒眼睛都亮了。那里面，他们用好了以后，他就拼命喝，结果那个来过来驱邪的人就很担心，说，那我下一次还会不会生病还是感冒？他说，那你去看医生算了，看医生算了。所以谁厉害？没有，还是巫师厉害，开进娘家的礼物，最后还是送他去看医生。又有一个新的牌子，亚伊西卡纳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圆盾？也有方的。对，这个图腾它其实是我们在打仗的时候，我们盾牌上面的那个形状。哎，你看不到我，就是眼神就会这样。哦，让对方的眼睛迷蒙。对，迷蒙，非常迷蒙，来看不到，找不到，找不到。结果呢，偏偏对方看到了。不是，偏偏他拿下来的时候，人家就打到他。没有了。这边跟你介绍，这个位置是最多人拍照的一个点。哎呦，哇，很经典，漂亮吗？很像瑞士。对，我最喜欢这里了，这个点我觉得最漂亮了。很多人都是在这一块照相，或者这个往那边照。
从这个区块你看到什么了？没有看到那个屋子下面呢，但是养鸡鸭的地方吗？其实我们周族传统住家本来就是挑高的。哦，是高脚屋、哦。为什么？ 是高脚屋。我们人以前往生的时候就是直接站在埋在对埋在下面，所以平坦的地方就叫做塔塔岗。阿里山那边有个叫塔塔家，它就是一个平坦处、至高处。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当初在盖这个房子是协力招屋，是我们在地的年轻人去盖的。对，所以绝对不会有其他的问题。所以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粉紫色小屋，对，什么小屋，这个橘色，这样子一排一排这样子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是当初你们设计的吗？对，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子。当初跟规划公司他们特别就是很听我们的意见。我们现在走这一座桥叫奈何桥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不叫奈何桥。那这个是要往大塔还是小塔？对，没有，我们这个是往另外一个社区的另外一边。另外，其实你们社区不大，我们大概只走100公尺，但是聊了很多。不是，因为他太有学问了，所以呢，我们那个脚步都走得很慢，有没有？有时候走了两步还把骨回来。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吃的。吃东西的地方吗？有，非常多。你看我们云俊讲话就这样子，非常多。其实里面全部只有3家。这有一家老面面包非常的好吃。哎呦，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我等一下就带你们去看看，你就知道喽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今天是周族的节奏。所有的都是高脚。哦，这个很漂亮。这是其中一个店家，好像和美，很明白的表示说，哎，真的，你家也有男主人，你都没有去看吗？这一家的那个花花草草都是叶妈妈自己种的。哦，这里是叶妈妈的，很会种花。可以跟你拍个照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来，谢谢你。哎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台中。大甲。大甲，上次去大甲有遇到你。我们有去粉鸟林。啊，又分两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哇，我都闻到了没有？有没有看到我的口水沿路一直滴过来呢？好啊，这就是我们最好吃、最好吃哦，叶妈妈，叶妈妈，哇，有香肠，哇，有猪肉，而且它都是用山上的那个木头烤下去烤的，这样子慢慢烤，它那个水才会在里面。好了，小心点哦。这已经烤多久了，妈妈？你要看看山猪是什么时候醉，它还死了，死了，还要杀，还要烤，很久了。对，这个这盘已经一个月了。好吃，很好吃。因为它那个有那种烟熏的，熟了这个。那个熟了，那个熟了。那叶妈妈有大蒜吗？自己摸，自己摸，很大哥。现在我也生了，自己摸。对对对对，自己摸自己的，比较没有问题。哎，爸，第一，我妈妈说你开黄腔。哪有？现在的山猪是怎么来的，你知道吗？男生常常问说，是你们自己打的山猪吗？我说对啦，是我们自己打的啦。我们从山上打下去，下面盖印站再运上来的啦。很赞耶，这样子哦，好有 feel 啊。从山上回来会是一起烤，一起吃。哪一家打到一只山猪？大家就分着吃，就是一起吃这样。其实我们原住民在肉这个部分，它是分享。那有没有人不分享的？那个在部落外面吃掉。以前的人都很懂得分享，现在都偷偷的。现在是偷偷的分享。以前小米酒的部分，你知道吗？就跟肉一样，它只有长辈才可以喝，才可以，而且都是在我们的那个丰年祭的时候，就是战祭的时候才可以分享。以前的小米酒是老人围在那边。中间有那个很大的那个篓子，这样子踏踩那个米，然后就推，然后就推。以前就是很干净，所以推，然后就它就会发酵，它就甜甜的。所以以前也比较好喝。现在越听那个陈年的酒，那个力量很大。叶妈妈，这个在山里面呢，已经呢有300多年的历史。竹筒放就塞进去这样就好，是不是？然后塞多少？不要太忙，不要太忙，就放到这份就好了。哦，你这里面还有一些料哎，真的肉是食肉吗？有，就差一点点了，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啊，这是小米是不是？不是糯米，糯米哦。
你们以前就很常吃这个竹筒饭。对啊，对啊。不要浪费了，还有一点，装一点汤。嗯，没有。不然等会太干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哎，等一下是要再塞槟榔叶进去啊？不是槟榔叶，那个佛手。佛手哦。嗯。佛手瓜。塞一片就好。那样哦。那你塞下去就不会蹦。嗯。那为什么要塞那个叶子？会脏啊。为什么？会脏啊，没有装那火。就这么简单。真的哦，我以为是有什么风味啊。没。为什么上厕所要脱裤子？会脏啊你。这么简单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它丢到。不去，一定慢慢的放。慢慢的，不能用丢的。慢慢的，是。嗯，慢慢的。等一下再慢慢。你可以先停车看一下。太慢了，不要。哦，可以吃喽，哇！要跳，要慢慢跳，它那个膜才会哦，停下来。它有个膜，嗯，竹子有个膜。你几岁啊？这么有力气？十八岁。十八岁。叶芳芳，你刚刚是有耍帅的意思。对，我刚刚有看到警察呢，警车从这里经过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妹，要慢慢敲。慢慢敲。哦，有有，哎呦。可以可以。来来来来。这感觉。哇，那个竹，那个竹子膜，你看。还蛮嫩。很漂亮哎。这个漂亮。乱七八糟。乱七八糟。哟。这个太漂亮。这个太漂亮了啊，很完整，很完整。对。好吃不？好吃好吃。它那个竹子的那个香味是有进去。对呀对呀。已经是。这是小喇叭，是有一点点像是。马匪。马匪。好吃好吃。马匪。原住民的话也马匪。哦，马匪好吃。软嫩。然后，但是要再一点比较干一点点，它不像说肉粽的话比较黏，而且竹子香非常明显。对，那个香肠再切一点。那那也没注意，我下注意你。这边也撒一点。哦，那头啊，哦，没有，所以你对原住民不能说一点，一点点就好多，就很多了，就一点。要讲短一点。哎呦，好棒的一个地方，超级香哎！因为这种氛围会让你觉得说，哇，天宽地阔，然后整个青雀山林里面吃任何东西都特别好吃。妹妹，那这一摊吃完还有什么后面的？我不要跟你们说，待会带你们去。我们在阿里山哎，阿里山我们来喽。我们有很多秘密景点，包括连我都很陌生的，是大家没有看过的阿里山。走，那其实十分钟不到吧。阿里山看日出，成就解锁。哇！喜欢吗？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来。是很特别的，它是用我们在地咖啡做的心机，这是我们原住民的树豆，就是他们说的原住民的威尔达，这是我们跟其他社区去配合的彩色树果面条。哦，真的吗？我这用树了，树豆用。你们那个蓝莓哦，豆腐是不是？对，来啊，我们是用起酥包豆腐下去沾它的酱。白酱跟山葵酱搭配的，这个好吃，这是我们主推的，有点像老皮嫩肉的那种鸡蛋豆腐的感觉，而且你们研究的菜色，这个就是
非常不一样。下次来不会，应该不会有。季节时蔬了，而且山上呢是非常明显的四季更迭。你看这个山蔬在这个季节它就特别甜。它是山上的山蔬，它不是外面的，所以它比较甜，比较脆。它那个苦味更明显。对，感觉更甘甜。植物就都要带一点回甘的苦味。你知道里面加什么吗？你吃得出来吗？这个是马告。对，马告。可是，在我们周族，它叫马啡。马啡。马啡就马。好吃又是马啡，对，就跟它有关系。好吃的东西都跟马告有点关系。对，是不是东老师？你们在这个山谷里面没有出去上班的话，你们要怎么样赖以为生？当初为什么会去推这个？就是因为我们来刚刚来的时候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后来我们就说，哎，那就推观光，推接待家庭，因为这样子我们这边才能永续发展。我们不是只有封底，还有很多种去看。可是我觉得封底是代表我们最棒的一个特色，所以我常常会推观光。因为风景是硬实力，美食是软实力。对，我觉得你就是全面性的来旅游，然后来住宿，然后呢吃在地的东西，也带动了小农经济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生产力。像你现在喝的咖啡就是啊，也是在地的咖啡，也很好喝。对。等一下我会带你们去玩一个非常好的体验，那个是我们在战争的时候，就是以前所谓的出草的时候使用的那个传递讯息的那个，因为他们是这一组有他们这一组的声音，一定是自己人。对，哎，你很会。哎，不要甩掉自己哦，好害怕。在天上的树番茄，明明就树上的，因为只有这样树番茄可以从那个阳台这边采呀，直接就这样子采啊。哦，采直接采上面。对，直接这样采。它跟那个番茄的地头完全不一样。今天又解锁了。来，这样子，有没有先把它抠掉。对，抠掉。哦，捏捏。哦，还要捏哦。你看现在是硬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捏捏捏到很软，因为它要让它的肉跟皮分开，有点分开哦。如果是完全分开是最好。你看它这么软喽，对不对？然后皮要慢慢撕开的。那我爆开了。对，它太软。咬一个洞，肉吸的。来，这个你看，你看它吃，然后它果肉就会跟那个皮分开，就很好吃了。你看，非常好吃。好，用吸的，好吃又酸，它有点酸酸的。它的果肉，然后它的果肉又有点像是我们那个什么。百香果，百香果有那种百香果的皮，百香果，所以皮不要吃，皮不要吃。跟你讲，皮吃了它还是要一个形状出的，一个形状。今天又解锁了，因为好好吃又好好吃。哦，这个声音很厉害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为之前在做出草的时候，就是去外面的时候，我们男孩子甩的封底，然后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族人，我们的位置在哪里，要传递任何的讯息。哦，所以他用这样几个声音，然后再传递讯息。对，是。你们要不要试看啊？他有什么诀窍吗？诀窍就是你要手腕的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竹片而已，然后跟一个棉绳这样。哎，不要甩掉自己哦，好害怕，你怕了吗？哎呦，你在干嘛？哎呀，你看看，哇塞，你看，哎，你看很强吧？我是不是很有天分？你是这样子甩，人家是。哦，我很会教，很会教，会甩，所以你跟你老公就从一而终，就没有再甩过了。不是，是他想甩都甩不掉了，只能拿这只了。我在看，如果这样还可以甩出来，就厉害了。没有，如果你甩出来，它跟你的身高有关系。他又在消遣你，让让让让，难得可以找到你的对手。你笑得比较大，不来了，我被欺负了一整天。我小心，我觉得你不要啦，我们等下甩小的就好了。啊，小的，小的，小的。我们教你们，好，我们教会教了。喂喂，你不要头低着啦，我再买新的给你啦，不好意思把你弄坏了。所以这个等一下，如果甩还是会有声音。会，刚刚那个是大致的，是台风的风。用台风。它这个风呢是蜜蜂的风。啊，如果弄不出来，就会有发疯的风。对。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先写字或画图，是不是？好。看你们要画什么。可以送给我们的观众。你今天没有要
回去报告了。这个回去它会成为修理你的作案工具。OK， 我画了四个红心，因为我们家有四个人，我希望我们的心呢能够在空中飞扬。我就一个还蛮没有创意的，就写一个笑人出发吧。哦，我以为是谁？真的有蜜蜂，那么厉害，是不是要战争了？出草了？对，然后再穿进去，穿进去。哎，没有看到那个缝，那个结一定要打在那个缝，甩的时候才不会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。我们在平地讲那个叫洞，你们不同族，直接绑死结就好了。对，一定要绑死结。我试一下。哦。哎，你有说会转，再转型。我好，我打到我自己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哎，献给观众，送给观众的笑脸出发吧，我自己做的。你刚才节目是笑脸的发疯是不是？疯底，我做的是疯底。小顺，哎，快到快到，就在这里，我们车停这里。哎，这个民宿呢，蛮特别的，它的茶跟咖啡非常非常有名。是他们自己种的吗？对，自己种的。所以就是睡在茶园跟咖啡园里面。没错。小心小心。没有，那也算是有点依山而建哦。对。Hello，Hello， 是我们管家蒋师弟学。特别这个位管家就专门在管你的，嗯，哎。笋哥眼睛厉害，真的，因为我看那个磁场哦，是蛮互动的。对，阿里山茶会出名，是因为说它非常的耐泡，第一泡慢慢泡泡泡，第十泡都哇，到了第十泡都还有，好省啊。对啊，那他们是说1500以左右的这个云雾带，嗯，就是太阳没有那么浓烈，嗯，所以呢，茶叶的那个保水跟那个香气。会比较浓稠一点，湿度也够，对，这个金黄色，哇，对，往内，往自己，对对，往自己，这个叫招财镜，哦，招财镜，你看这是不是像我们一个元宝？啊，香，滑顺，哇，这个茶可以，舒服。像小弟我这几年比赛最哦，叫做竞赛常胜军了哦。因为我从2020开始比赛，嗯，一直拿铜人奖，都比到世界赛。哎，哎呦，这种骄傲都不会不好意思。对对对，脸太又不会。那么厉害哦，哎，好。来，我们先闻你看看这个咖啡的香味。哦，你闻一点点像花香。花香哦。啊，有点像红色的花，它一点点香蒜，还有那种柑橘的香。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开始种植咖啡？我在想说哦，有没有哪一种植物是不需要喷农药、不需要放化肥的？最重要的是个人比较懒惰，种了就不用管它。想一想就是咖啡，结果一种了之后才发现说，它的一些工作的内容比茶叶还要繁琐。我喝完之后，可能过了个几秒之后，它的那个尾韵非常的上来，它那个香气很浓，酸度我就真的觉得非常的舒服。蛮舒服。那我们这边都是用新鲜的，一些食材，比较没有那种
加工料了。那咖啡一年可以采收几次？很多次哦，常常他要在做。那像我们这边是咖啡已经是做好，但是附近有一家是炒咖啡做 DIY 的店。说君哲很好，你说的都好，我没有意见。好，那明天工作很多哎。对啊，又要看日出。那我们明天要出门的时间呢？像我们现在日出是6:50，那我们会建议你6:20，出发。长签的是摄影师，短签的是我们工作人员，只派一组，那另外一组就是一个小时后再起床就好了。来，摄影师，那我就选择中间的咯。得奖是凯哥，恭喜你。工作人员，来，小摄影帮我选一个。那我也是选中间。Yuna。早安哦，谢谢。走吧，我现在要完成我阿里山日出的愿望了。走，那我们就出发吧，热血的旅行。天已经微微透亮了哎，一早起来我看到窗户边就是茶园，这个感觉很好哎。啊，这个空气。哇哦，那边有一区露营区哎，可以看到日出的营区吧？哎，这样茶园很美哎，福山古道。哎，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森林区的意思吗？我们跑起来，快点，各位，我们都已经起床了，不能这样错过。好喘啊！这步道都是用了火车的枕木。就地取材，还没，差一点点。哎，早。你好，早安。早。快出来了，我们差点迟到。我刚刚怕来不及用跑的，所以特别喘，并不是因为年纪大。今天没有云，代表就会有日出。身为一个日出的达人，就我感觉，日出会从这个中间的山凹出现。就现在是6:41:42。嗯，你等一下，我跟威廉先生在台上，真是个荣幸跟你一起看日出。哦，好，你好，好，那我们一起来 OK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一起看吧。谢谢。云层这渐渐开始形成哎，很明显，刚刚没有那么厚，不小心我们就是在云海中看日出了。嗯，好像看起来有点太早起哦，6:56。我刚刚干嘛跑啊？我们会不会等到大概中午12点，大家在那边吃便当？只有太阳公公的电话，打电话叫他一下。小顺现在睡到现在，然后再走过来，说明还来得及。现在已经7:06了，我们再等十分钟啊，15分我们就来走。有了！哦，日出来了，日出，看到了，是谁刚刚说要走了？皇天不负笑脸人，有被万丈光芒射到的感觉，耶！被阳光普照一下，哇！阿里山看日出成就解锁，好棒哦，开心！跟你们分享我们这次早起的成就，耶！刚好在这个环境地形特殊，在云海中看日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以及美丽。哎呦，表示哎呦，在念佛是不是？小叶子台。哎呦，哇，
这个念起来的呢，功力特别强。嗯，哎，有看到日出吗？当然了。其实我六点半就起床了。哎，我一直在窗台那边，我也只是看得到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昨天住的饭店，好了。是是是，哇，那个感觉真的太好了。对啊。其实我一直不想离开。虽然你感觉它非常简单，但是它的深度你要了解一下。所有的色彩全部是周族的色彩，然后这里呢，哇，洗澡呢，观天象，舒服舒服的。然后一大早呢，虫鸣鸟叫把你呼喊醒，空气中呢，茶园的元素。昨天进来的时候还没有看到那个右边有点小树林，整个大自然的芬多精，它直接是涂抹在你的鼻息上，有一种很有精神的感觉。哎，你们发现那边就是日出的方向了？对，在这里一样的感觉到它的存在，果然是幽静哈，没有被阻挡的视野啊，真的。其实光是这个回廊，我就觉得气氛很好。虽然说我这间呢没有你那个浴缸，但是就是有一望无际的美景啊！啊，羡慕你，羡慕你！这个一早起床的时候，我真的那个窗帘一拉开，前面这个咖啡树，然后又看到茶园，这个视野更广阔了。嗯，那我在想呢，因为这个山谷只要是天气对了，那个云海都会密到这边来，真想放一个生命的独木舟，就从这里滑向云海，滑向云海也太美了吧！哎，找找找！你怎么在这个车上？带你们去逛逛。这是游览车，游览车小姐。待会她沿路呢会有麦克风。啊，李先生，屁股先上去。对对。然后我就会自动滚过去。啊！不要闪。我们这边啊，因为要体操，要后空翻进来。我先看一下这边啊。到一些咖啡树，对，是。其实我看到，其实都有开始结果了，对，看到的红的，对，都可以吃。来，来，我们下车喽。让他们尝一口。哇，这边就是整片都是茶园。我已经看到柠檬了。柳丁，哦，这是柳丁哦，香橙柳丁这么小。哦，叫姐，这里耶，吃一个，吃一个，要吃黄的。对，因为你看它果肉很小，果肉有甜度吗？嗯，没有，只有酸度。传说中的枇杷，有红的来这边，来，啊哈，枇杷是什么声音？枇杷，对，当当当当，它已经形声了，已经告诉你了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噼啪，这好像是我昨晚在厕所的声音。噼里啪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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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啪啪啦啪。哦，虽然有点酸，有点，但是那个果汁的那种原味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有点酸？这很酸哦。哦，快飞起来了，啊，酸起来了。整个清醒起来，哎，哇塞，哦，眼睛鬼拢金起来。哎，咖啡树，哎呦，啊，这里这里这里结红果了，你看很红。哦，这个咖啡要剥皮吗？要剥皮啊，可以吃，但是会涩的，涩涩的。哦，它不用吃就涩涩的。不同的涩，好吃多了。里面有中药香哦。嗯。里面的果肉有甜，它就会有一点甜，有甜有甜。像我们咖啡，它泡出来你会觉得，哎，有一点什么，像我们昨天说的果香。所以咖啡豆是两颗，它是一颗是破一半的，一半一半这样。所以你们拔的时候也都是人工这样？人工一定要人工，这没有办法机器啊。嗯，机器就会把连绿的都一起下。这是在我呢心路历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茶区，叫做太和茶区。哦，太壮丽了，而且这很厉害耶！这些茶呢，养了好几代人。是不是有点像拍广告的感觉？对，茶
很美啊，整整齐齐，高高低低。在拍摄，在拍摄，老板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你好。每隔几年都要上山一下，还年轻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二三，站。烤肉。没有，我们就在拍这个茶园。嗯，对。你好，嗨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好。对，在施肥吗？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菜车在这里很出名，它都是穿梭在林间的。茶园菜车。茶园菜车。大家都采茶，然后他没有时间买菜，对，就可以顺便买菜。哎呀！在差不多六七年前，我曾经造访过太和茶区，认识了几位好朋友。大家都知道八八风灾让台湾的这片土地非常震荡的一次伤害，这里也曾经滑坡过，曾经呢有很大的土石流。在那几年当中，他们用了很大的力气让自己重生。对，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是一个壮阔的美景，是现在已经就重新富裕成林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认识了很好的一个朋友建志兄。来，建志兄，哎，兄哥，哇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嘉哥，伯伯，你好，你好，兄哥，你好，建志兄不是兄哥，哎，我要姓建，然后，建志，但是这个季节，我们现在来的时候，还有什么茶可以采？现在就是采这一种小芽尖，刚才我们这个比较特殊，就是说我们拿来做白茶。我小时候都白，有人叫我白茶。被踩，然后又一个七啊！你不要再自我介绍了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。好，一年一年成茶，三年成药，五年法。那我们就是像这样小芽尖，要把它采起来。哎，我这个还有一点白毫嘞。白茶最重点就是有那个白毫，白茶它是可以入药，入药。因为听说它是比较退火的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时间刚好是我们山区的梦中组现在在正在产冬笋的时间。冬笋不是很珍贵吗？非常珍贵，又嫩，特别甜啊，脆，跟那种高山的那种。哎呦，有蛇是不是？哎呦，有蛇是不是？哎呦，有蛇是不是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的够辣，你吓我，吸那爆假菜爆。跟着我的车走就好了。好，好好，这里也麻烦你。你们台车看起来好重啊。哦，这么陡哦！哎，小叔，这应该是我们骑过最陡的路了哦。对，哎，真的马上进到竹林了哎。对啊。这里也很像在拍广告啊，真的，是是是，我最喜欢这一种了。如果换上一台那种越野的感觉也很棒。你们回到当年我们那个《黑糖群侠传》，天天在梦中竹林。嗯。哎，这个锄头跟一般进城的不太赶快哈，修长一点点。对对对，后边，好，走走走走，这边走，嗯，好。稍微看一下，嗯，这里面就有了，这里面就有，对啊，我以为要走很里面，不用啦，哎，我喜欢野冒出头，对啊，那这些通常因为冬笋比较害羞，嗯，哦，躲在土里面，躲在土里面，哦，躲在土里面的最好吃，哎呦，那它挖完之后它会继续长，会，你看梦中土里面，里面呢住着谁，你知道吗？住谁？梦中的妈妈，起来喽，妈妈，梦中的妈妈。哎呦！我熊也就短，就短鸡耶。嗯哦，就是按了一样的，对，这样的是最好吃的。这个赛事，对，踩看，踩看，如果觉得脚底有点尖尖，尖尖的，哎，这里哦，是不是这个尖尖的？对，它的脚是朝这样，有没有？对，往下，这边这个区块先把它清一下，好，对，看它的大小，你把它弄断，我待会就把你的弄断。我现在也是属于冬笋，比较害羞。阿弟阿弟。卡丘万吨，你那饼无吃，你们剁开剩一半哦。果然越来越短。这个林子要怎么样去维护它？老竹的话，它可能到五年过后，它会疏林，疏完之后是它是带到海边，科架，
不是说你把它伐掉，然后就拿去烧了。你有听过一个廖天丁跟竹笋有关系的故事？什么故事？廖天丁当年想要去进攻这个总督府，带着红姑来到这个总督府的门口，但是看到伊的墙啊，足高嘞。廖天丁用三丈外跳入去乌球那，啊，过来嘞，来叫竹笋插掉，来到进竹笋，很粗哎，很长。待会你就吃这个，现在用不起来，我们就旁边再把它再把它挖开，就像这样子，稍微揪一下啦，这样啊，这样就起来了。哦，啊，哎呦，精华不见了，精华不见。挖完我们要把它回贴，哦，让它继续长，对对对对。嘿，旁边亲一下。你这边呱呱，啊，丢丢丢胸啊，丢胸啊！来吧，雷梦娜，不是因为我怕把它弄断了，可惜了。哇，你看，他自己也中标。对啊，这位先生，像出门啊，哎呦，是不是？哦，起来 ，OK OK OK。来，小顺找到的哦，这个比较嫩一点，还有你的比较粗哦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很，你是丢高啊？很赞，钢管舞，这个可以那个，你快给搞，把你的脚扣在那边，一三，哦 ，breaking breaking。有一些就是就冒出头，那个就是，那是春笋，那是春笋，它在三月份过后它会比较出来，它那就是要长高的。我们现在挖的冬笋，它是永远藏在土里，闷在土里。哇，又回到这个空间了。这个空间是有什么典故？你看它是低调，真假呀？对。The way you look, those clothes you wear, you're more. 这个就厉害了，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猪喝水的地方。猪还爬这样子，但它的嘴巴又，哎，怎么我演的好像还不错啊？你仿佛当过猪。哎，这个是煮猪屎。猪底彩啦，底彩，有有有。荤吗？早期的生活环境那么差，哪有剩下给他吃？所以我们就会去找姑婆芋啦，那一些东西。猪它不吃生的，所以一定要煮过。那上面还有以前这是伐木的工具，客人可以去了解说早期我们生活的一些用品这样。这么大的器具就可以想象说木头有多对啊，多粗？在那个世代啊。那为什么要改成茶？其实那时候莫拉克风在玩，对，因为太和算比较严重的灾区，所以那时候我们社区就有一个邻居想说，哎，茶还是要推广出去。当初的观念是想说，啊，一家就是把一个空闲的地方，去做一个喝茶的空间。但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说，哎，就请南华大学的教陈教授来我们这边上课。那个陈教授来的时候，直接跟我们说，我帮你们设计我们社区在地的工班下去施工这样。那我们来喝茶，喝茶好。那主角就要换人了，换成夫人是不是？是。我们那里现在上的就是陈年的老白茶。这一泡呢，它本身含有玫瑰花香、水蜜桃香。那现在请你们赏茶喽。好。上茶的时候，我们只可以只吸气，但是不吐气。对对对，吸气，吐气要转到旁边。是的。哎，你那个带有水气了。现在很多人其实都会有第一泡的疑虑，但是呢，在焙干的过程都会有做高温杀菌动作，其实不用太在意。对，而且第一泡的重数最含量最高，对人体最好的东西就是在第一泡。健志兄就是。好像突然间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然后不太敢讲话？家里画室钱在谁手上？一般会有迟疑，大概就很尊重了。我们算都是同一个协会的，可以的。没有，你们都是爱妻协会的，我知道啦。是啊，是是。所以你们都是真男人呐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。老婆嘛。
OK， 美吧？连一个茶器要过手，左手换右手都还要这样子。对，拿起来，再转过来，再拿起来。哎，那是要学的。而且他们真的很有仪式感。看他刚刚他先生就帮他点头，对，一定要点头，这是礼貌。嗯，好，用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茶它的颜色它其实非常的清淡，清淡。白茶并不再加过多的工序，所以它会呈现比较淡薄的颜色。哇哦，它有很强烈的那种花香跟一种香水的感觉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白茶每个地方都有白茶，对，是啊。我觉得这个叫做太和香水。嗯，哦，这个好香的水，谢谢。因为你刚刚讲到，嗯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标示，就像法国人他们很厉害，他们创造了这个气泡酒叫香槟。对，如果不是在法国，不能叫香槟，只能叫气泡酒。所以只有太和出产白茶叫做太和茶香水。对，太棒了啦！因为我今天也把2016年历史的记忆带到山上。噔噔，哇！千岁茶为什么叫千岁茶？因为2016年是我奶奶100岁。哇！当年我在拍我们那个茶系列的过程当中，我也跟一位台湾很出名的茶师叫吕礼珍老师，嗯，恭请他帮我做。对，那我妈呢过了2年回去了，102岁回去了。嗯，所以这一泡茶我一直锁在我的那个箱里面。对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封茶的概念，把那一年的情感、人之间的那种感受的浓度，全部封存在里面。是，我他妈是我生命当中最坚毅不拔的那个精神的中流砥柱。阿爸乖不？阿爸搞不？他是一个228的受难者。我阿公离去之后，他就从32岁守寡到他102岁离开。他回去的那一天，我叔叔他说，今天是我妈最开心的一天。他说他跟他老公分手了70年，今天要回去跟他见面。千岁茶开箱，它的整个紧洁度非常的漂亮，完全没有茶渍。在茶席上呢，其实本来就不能有气味重的食材存在，会影响。因为你们各位贵客到来，然后因为冬季的时候是蔬菜最好吃的时间，所以呢，一定要让你们品尝一下我们高山的椴木香菇、花椰菜，还有冬笋。这个是刚刚我们采的那个，刚刚现采的冬笋，好脆哦，嫩。而且它没有说太多的佐料什么的哈。嗯，是甜甜老师帮我们准备的特色的一个茶点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那个是红肉梨奶酪。我们太和村红肉里是我们的名产，这个是老板娘的妈妈自己种的南瓜，里面我婆婆98岁了种的红豆，哦，融合在里面。哎呦喂，嗯，看一下，嗯，你看起来很像香蕉的。巴斯克乳酪蛋糕加上我们的茶叶，里面是茶末，哇，茶叶。我们现在开始出阿嬷的茶的茶汤喽，来，希望你们再继续来喝。对，用到吃的东西，让它静一下。很甜呢，它的蜜香果香都非常重，非常的好的一泡茶。对面的是圣山，周族的祖灵山。那长官就要这样，先点一下。哎，你这是有礼貌的哦。它的蜜香本身的味道很浓。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了哦，越来越浓郁，底蕴更浓厚。对，是的，它的那个茶汤的感觉更圆润。你的奋斗啊，我即马呢，拢感受到你所有过程当中的付出，今阵啊吼，拢会把这个愿意付出的这个力量，甲大家来分享。所以讲，我今到威廉来吼，敬你一杯，希望你会当感受到。阿妈，谢谢。阿妈，感谢。阿里山哦，最出名就是茶。对，哦，现在啊，这最近这2-3年就是换咖啡。你好，你好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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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称呼你？哦，叫我轰轰就好了。做事情都烈烈的，轰轰烈烈。好的，你是原住民吗？我一半。一半，对，哪一半？我看一下。对，我下半身是原住民。
上班认识的。那有遗传到好的部分算不错。那第一个工序从哪里？我们等一下会用这个布袋哈、哦，布袋，对，把那个豆子装进去，就是用甩豆的方式，然后把这个壳把它去敲出来。以前甩小米，现在甩咖啡，来哦。兔子经常都是从布袋出来的，这个兔你要跟大家来真的是展现一下。没有，我们用水洗豆。这个是还没去壳的时候，但是甩的力道要怎样才是恰当的？甩的时候其实是看一个人的修养，对对对对，是一些生活压力。OK， 他应该会炸，就是这样子哦。对，这样大概这个力道，大概这个力道大概去甩大概20下就。说君者很好，你说的都好，我没有意见，你尽量要求，累死应该。什么时候要你补这一句？那是我的命，我的命。是，说我都出去玩，明明就是做工作。夫人怎么称呼？婉欣。啊，不然你试看这个。婉欣。你试看婉欣。赚钱哦，都汇给你。连房地险都要转给你，房地，什么？房地契是他的，对，什么都是你的，剩下500块，怎么过生活？对，为什么不体谅我？这样会多辛苦，我还要哪里用钱？钱都赚给你，哎，不不，来一下，顺哥，你知道我小白狗？不是，我平时都这样子，怎样？来，我看一下来。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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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因为开始会有游览车来这里，刷，所以这差不多的，差不多，以这个怨念了，对。哎，真的就这样子，它就像脱衣服一样就脱了。然后接下来，我们用吹气的方式，吹气，对，然后把那个壳吹。哦。哎，宋哥，你不要这样抖，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要抖出去的征兆，是不是？像我们，对不对？中风的征兆的。像我们，那我们是这样。我这每一颗都很重要，没有多余留在外面哦。我们一二三一起吹气哦，把我们哦心里面的怨气烟消云散，把它吹掉。来，一二三。所以这个大家很开心，知道哎，那个上级指导单位一直在打 pass， 我们知道了，上级都这样，对对对，对啊，但我们在那你们注意，我们在拿注意干够啊。然后我们要进入烘焙的阶段，那我们先把那个咖啡豆倒进来这边。这个烘豆大概的技巧是什么？以文火。就是慢慢的去让它受热。所以其实我是一个耳朵我会听到很敏感声音的人，我刚仿佛从那边传来一个声音呢。不是那个，我听到的跟你不同一句。不要，你听到是什么？今天晚上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，收过来打扫。你给我收回来。这样子一个摆荡可以吗？可能大一点，大一点，让它怎么样？让它均匀，均热哦，弄一弄到打开是爆米花，那可能是我的问题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烘错了，烘花。那个里面放玉米呢？放我，很多人看了我们节目多舒压，在那个群组里面传上来，就是说哈，其实他不孤独啊。原来我们不孤独，你会发现很奇怪，一样的动作，可是威廉这边他完全是还是生抖的样子。对对，因为我慢工出细活，他结婚的时间比较浅，我还在新婚。你结婚多久了？我结婚啊，玩着。哦，你知道，多久？没有，哪有，不敢。哎，你们结婚多久了？我没说错啦。对，你哪里说错？你刚你根本没说，我有讲。你看，这个我们是一国的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叫轰轰了，你是被轰出门啊？轰轰的花开满了木棉道。像我的话，我直接这样。让他在旁边这样。哦，我太散了。而且已经出现很多火花了，对，表示它更熟了。对，它的那个外面的银皮呀、什么的，因为它里面的空气二氧化碳从里面冲出来，准备进入二爆了。
把它倒出来，烘焙程度差不多了。你看，豆子比较深的时候，它是比较小颗的。对，它烘焙好了，烫烫烫烫。那它会爆里面的空气，从豆子里面。哦，好啊，这时候再怎样？再冷却吗？就是手方这样蛮好。哦，又多了一层，变色了，变色了。做得很漂亮，哎，哦，很美，嗯，它有银皮要吹掉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体验。啊，你老婆是哪裡？台北还是哪里？我们那就嘉义市。哦哦，那还好，他就上山而已。警长一生气，就回家了，下山。公车很快，一个小时就到。对啊，因为太近了，我要等公车。你出去的时候遇到他，说，哎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哦，是，哦，不能不能让我们多宣泄一下吗？没有想到回去被压抑，这里制作单位也要压抑我们，还刚刚叫我把手放下去。我倒进去之后看一下，现在是这个状态。阿里山的姑娘美如一个漂。哎，难怪难怪你，难怪你举家一次。爸爸是周子瑜，对，你在养。知道为什么爸爸到现在还对他这么的忠心吗？对对，因为我妈妈是标枪的记录保持。还是哦，是不是？在哪里？去哪里？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只刺猬，就是他爸。他背后还有六只啊。剩下500块，怎么过生活？钱都赚给你。不能跑了，不能跑了。阿里山的姑娘美如一个漂。然后那个锤的力量要怎么锤？就一开始的话，我会先用压的，因为它是硬的东西。哦，是是是。对对，比方说，那你可能先把稍微把它压。哦。压碎了之后，那我们可能用像磨的方式，像咖啡对香的。哦，真的嘞，好香哦！我们刚到到现在一直在破坏这个家庭的完整性，跟破坏这个豆子是一样的。我们就像是坏朋友来，然后拍拍屁股就走掉。到这边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用旋转的方式，旋转一下吧。哦，这应该是所有的过程中最累的一个。那各位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好的时候我再过来。对对对，你有看到团团跟圆圆在还在磨，两个黑眼圈。我们的表情，一定要帮忙大家闻到那个香，宗主的那个祖灵要怎么召唤？对，因为召唤来了，他们来监督，他会变得更好。我们不会在非祭典场合去做这种事情。哦，不能随便请就对了。歌也是正式的，有意义的，不能乱唱。哎，我以前算是海边长大，要不然他唱他祖灵听不懂，祖灵那个屁曲会跑掉。祖灵说那个是谁啊？那你来哼一下。我们召唤我们的那种欢喜之神。啊，这盼呐，慢慢的，这盼呐。你不要抄袭别人，不要抄袭别人。我昨天被你骂得好不舒服。这是欢乐王吗？我是是，我在分享痛苦王过程。你叫我去洗衣服，我突然想问候你老母。好了，志哥，等下我们进入首创的阶段。首创，你不要客气，你就进来嘿。好嘞，深呼吸，深。她本来以为她遇到那一个老公就已经觉得这种样子的，现在还就一次来三个。今天顺哥还有问你哪可以证明就是我是正常？对，整座山上只有你不正常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好好检讨你自己啊？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人夫团，每个笑得像什么傻瓜一样。灿烂，我们就是这么的纯粹。食指哦，好，食指，食指朝外，食指朝外，对，你手食指朝外，你一定要跟他的啦，是的，食指要朝外吗？这是才朝外啊，这是背的，面对我是朝内，食指朝外，不要动，阿南，阿南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这我原本以为我只有我儿子女儿在的时候我会那么暴躁，面对你们我也蛮暴躁。这个绿指是纸浆做，所以它有一些纸浆的味道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下绿指。走一圈，对，把那纸的味道洗掉。新鲜的糖1平匙，直接进去了哈。然后就上面倒下去，然后再来做一件事情，布粉。
像今天的中间，然后它表面是平的，薄厚度会影响到它萃取的浓度。正中剪下注，然后顺时针绕个两圈之后，我们就拿起来。对，按大小的话大概跟50元硬币大小一样。嘿，那就要顶手喽哈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因为让它做闷蒸，对，让它里面热水、空气、咖啡粉去做一下结合，顺热水都紧紧撑下去。好，中间剪下注，然后维持一样的方式，我们绕大圈之后，我们绕小圈，像蚊香似的，从小绕大，然后再绕回来这样。如果气泡很多的话，表示说，哎，这个是刚烘好的豆子，它会很新鲜，它会封，就是富有很多很多气体。然后在手冲的咖啡要喝之前，一定要这样轻轻的摇晃。哦，摇晃一下，让它，因为它浓淡度是慢慢堆叠上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倒两杯，完全回避。香。好，来，请两位老师。哦，这直接到胸腔里面去。哦，那我们也自己喝看看。你是喝到肺里面去了是吧？要喝到这么大声，大家来嘛。难分胜负哦，我比较喜欢这一支啦。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一支。如果以比较专业，还是说比赛的口感、口味的香气的话，是这一支。可是这一支的话是比较普遍大家可以接受，就它这个多了一点酸。比赛就是有一个项目是酸。你咖啡沾的我香，它没有那个酸度。没事。对，因为有人他讲的笑话都比较大众，对，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大众，而且他也是，当然了，他也是大众比较认识的。那我们服务一些高端的。天下没有白吃午餐，是只有白吃的威哥。对，我就想说你应该要冒白吃，你不要那么有自信好不好？你除了白吃以外，你还是硬吃啊。叫你拿起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拍一下这个鞋子。这种鞋子包得很紧。对，我有一次在阳明山一个朋友家喝茶，有个朋友就是很久没洗澡，是是是，鞋子放在门口，整座山的野狗叫了一个晚上。同伴来了，同伴，当然有什么猎物来了，山猪啊，浓重的那个声音啊，酸呐，所有的猎犬都绑不住了。我今天晚上就放门口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